玉钗。四季的流转多诗意，一次风雨一番洗涤，生命其实有趣，谁的手一直牵着你，谁的爱一直抱着你，只要彼此在一起，痛就更急，眼泪变蜂蜜，把心打开，把梦打开，爱是天空里最美的云彩，命运走过来，请微笑说声嗨，把心打开，把梦打开，爱是青春里最美，现在牵未来，真爱无所不在。酱油不能加，豆腐乳也不给我配。那这些菜又没油没盐的，什么也都不能吃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明宪哭了，你去照顾一下。明宪，我来喂他。来，没关系啊，道长，明宪也吃饱了，我就带回房间好了。爸爸，来，你们慢慢吃。呆台啊，冤在暗中啊，完全还味道很好。其实想讲哦，老爷身体照顾好了，也偏吃眼就把他给火啊。哎呦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啦，可是我在意的是他的态度问题啦。啊，我又不是他的学生，每天还要听他教训，还要管我管来管去的。跟允才个性有点不敌，他是心直口快，不过他的心意是好的。哎呦，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啦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知道，要吃东西还不简单，等你病好了以后，你想吃的我通通给你买回来。哎，啊，我是有这么好吃的呀。我是啊，被人家管的，我不舒服啦。好了好了，没关系的，我找个时间了跟云彩说就好了。假设假设，吹狼退流啊！没胃口了啦，不吃。什么？云彩，那边姨妈发了多少告的吗？嗯，今天晚上妈都没有吃饭，我是不是惹她生气，还是我说错了什么？哇，来，你坐好了。你说的话都没有错，不过说话的方式跟语气要是能够改进的话，那会更好。因为有时候理直气壮反而会有觉得
得理不饶人的感觉，因为你一直强调自己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，那说出来的话会让人家难以接受。每次我遇到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就会想要赶快说服别人，说话就会变得又快又急的，所以容易引起对方的反弹呢，因为你一直说对方的不对嘛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对方多一点空间，让他能听得进你说的话，这才叫做沟通嘛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学习放轻松，慢慢的跟姆妈沟通。其实有些话你是可以叫别人代替你去说的，因为你在他身边一直叮咛着，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压力。那豆嫂，你希望我怎么做呢？你多想想啊，凭你的智慧，我有信心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哦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站在你姆妈的立场，多替她着想。有啊，我一直希望姆妈赶快好起来。哦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不是她的想法。如果你是你姆妈好了，这么多年来的饮食习惯一下子被你严格规定只能吃清淡的食物，很想吃的东西都不能吃，那多难受啊。再说你姆妈已经配合这段时间了，也不容易了。我怎么没有想到啊。云彩啊，有时候我们对人家好要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他好，要不然很容易引起反效果，你说是不是？谢谢豆嫂的提醒，我会努力的反省，不再让姆妈感到困扰。好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那豆嫂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你去忙。下课了，你找我们有事啊？对啊，我有事情想要请你们帮忙。哦，哎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请了，这边请。来，云彩呀，有放盐跟酱油哈，不要吃起来没味道呢。姆妈，你放心啊，我都有放。啊。坐，不要客气，坐。来，坐。哇，好香哦！有九层塔的香味哎。阿五婶、田医生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，你们吃吃看。好，真是麻烦你了，来你们家聊天还留我们吃饭。怎么会麻烦？你们来陪姆妈，姆妈很开心啊。云彩啊，你也一起来吃啊。哦，我再整理一下东西再过来。啊，不好意思嘞，因为我有高血压，医生特别交代哦，要吃清淡一点呐。所以我媳妇啊煮的菜哦，都青菜比较多了，口味也比较清淡一点啦。你媳妇这样做是对的，我们有年纪了，还是淡一点点比较好啦。对啊，我家那个老头啊，也有高血压了，饮食控制一段时间之后啊，现在血压哦控制的还不错呀。是啊，是啊。那这么说哦，啊，我还是要照着这么做才行呢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哦要听医生的话，有很多东西哦我们都不能吃，会很难过，但是哦还是要忍下来。对了对了，有啦啊，我媳妇哦都有在帮我注意啦，要靠我自己哦实在是不容易呢。哎，不要光顾着说话啦，来来来来，吃吃吃，不要客气哦。
都是青菜就是了，尝尝看那味道。我媳妇的手艺很不错的哦。哦，来啦来啦，不要客气啊。好吃耶。好吃啊。嗯。真的好香啊。嗯。嗯。多吃一点啊，不要客气。先生，上个月不是才查过户口吗？查过就不能再查，管那么多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你等一下。啊，是我啦。淑美，你这身衣服还有帽子是哪里来的？就三哥以前的啊。你看我穿上，像不像你那丝丝念念的三哥啊？淑美，皮在痒哈。你打我过来。等一下来。哦，等一下，妈妈在哭他。哦，淑美啊，你放假要常回来，不要总是待在宿舍不回家了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妈妈都已经念到我耳朵都快长茧了。嫂嫂，你不要跟他一样一直念我好不好？嫂嫂，你还在想木马的话？过去就过去了，他不会生气的啦。对了，木马的生日快到了，不如送他生日礼物好了啊。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啊。木马很节俭，舍不得做衣服，还是我带他去做两件新衣服。你带他去，他不会去啦。不如我帮你拉他过去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是有一点点麻烦啦，不过如果有谢礼的话，嫂嫂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到裁缝店啦，不如好就帮你做一件新制服。不要制服啦。好啦，帮你做件新衣服啊。谢谢嫂嫂，我就知道嫂嫂是最疼我的嫂嫂。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更漂亮，从挑布啊到选款式，都是嫂嫂一个人一手包办的哦。嫂嫂，你眼光真的很好。我喜欢没有用，要妈妈喜欢才行啊。哦，我喜欢呐，我当然喜欢啦，是我媳妇做的哦，我都喜欢啦。嗯嘛，不然你现在换上来给我们看嘛。啊，现在就要穿了。当然现在啊，今天你生日，你这时候不穿，你要什么时候穿？当然是等重要的日子哦，我就会穿啦。重要的日子，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哦，我就会拿出来穿了啦。嗯嘛，我现在才高中哎，等到那时候新衣服都变成旧衣服了啦。那你就早一点嫁人吧。我才不要嘞，我要一辈子陪在妈妈身边。啊，哦，那我就惨喽。嗯，怎么这样啊？好了好了，把东西收一收了。阿冯啊，等一下就要回来吃饭了，我们去准备准备。好了，来。多少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阿冯在哪呀？妈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猜猜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猪脚面线。好。猪脚面线，
牧羊可以吃吗？过生日啊，一定要吃猪脚面线，而且啊，这是云彩吩咐我买的。哦，妈，今天啊是你生日，我希望你可以开心吃你想要吃的啊。以后呢，你想要吃什么，你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调配好菜单的，不会再禁止你吃东西了。妈，如果你不开心的话，你就怪我好了。是我吩咐云彩要严格执行你的饮食控制的。我怎么会怪你们呢？我也知道你们对我很用心呐。这阵子啊，云彩也很辛苦啦，为了要照顾我，还要忍受我的脾气。妈，是我不好啦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心情。不会啦，以后啊，我会很努力的做一个配合的好病人啦。不过偶尔也要让我放松一下。哎，好了，这样就对了啦。豆长，你的礼物呢？哎，老杨嘛，模型啊来了。哎，大家坐着做什么？坐。我跟大家说啊，我已经在申请那个退休令了啊。等那个退休令啊下来以后，我就跟您妈好好享清福。她想去哪里玩，我就陪她去哪里玩。哦，这句话你说了很多年了，我也等了很久了。对啊，豆长。你每年哦都让妈希望落空啊，今年没嘞，今年还听说突然哦满那一了啊。哦啊，就你跟我。对呀、哦，好无聊。我知道，不然我们就全家都去啊，这样就不无聊了。等豆嫂退休，我们就举办家族旅行庆祝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哥，你可以吧？我当然可以啊，我一定啊配合大家的时间。不会带木马、豆沙、云彩、明线、灯线，就是不带你。哎，怎么这样？豆沙。好了啦，太太呀、啊，这种生日礼物满不满意啊？我很期待哦。好了，大家来吃饭，庆祝木马生日。好。好来来来啊，嫂嫂，我去把孩子抱出来。有你的信，哦，谢谢。哎，哈，好势嘞，带来今无人工作的鬼屋卡影，恐怕出门厉害。他昨天出饭嘞，
要讨办就说了去。是。进。上车厢啊！太好了，小江，给他做一下笔录。是。走。要过来。我想说，准备妈妈最喜欢的衣服，然后开开心心、漂漂亮亮的回去。只是没想到，妈妈说最重要的日子，竟然是……我们都还没有全家旅游哎，我也还没嫁人呢。妈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走了？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要妈回来，我要妈回来。钱要吃的要忘记了啦，给阿冯知道又要念奴，以后啊不要这样半夜赶车子，太辛苦了。时候听到你挑水声了，爸爸，我都在想，老天爷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儿子啊！幸好啊，有你在身边呐、啊，陪着我们。
云仔，我今天还是要赶回局里，家里就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好了，骑车小心。等那个退休令啊下来以后，我就跟林爸好好享清福。他想去哪里玩，我就陪他去哪里玩。哦，这句话你说了很多年了，我也等了很久哦。对啊，豆嫂，你每年哦都让妈希望落空。啊，今年唔会咧，今年系天朝突然哦，满那一辆。哦，太太啊，这种生日礼物。我很期待哦。太太，太慢，太慢了。日子还是得过下去，我得要开始振作，带这个家往前走。
是木马的味道。我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的话，豆桑就不会每天看到这些东西而难过了。登记了，阿公回来了啊！豆嫂，哎，豆嫂，你不是去庙里吗？怎么不待久一点啊？哎呦，记得这个呀，刚好谈大螃蟹我们的意思，我想做点晒下大树太阳。等下阿公睡个午觉再来陪你啊！啊，乖乖乖，不准哭啊！啊，等下，哎。云菜，云菜，豆嫂，怎么了？你把我的房间整理过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家里很久没整理了，所以我就全部整理了一遍。那被单呢？被单也洗掉了。哦，我洗好了，我晒在外面了。那枕头呢？妈的枕头呢？我收在柜子里了。云菜啊，最近这些日子。你也够忙，够辛苦了。今天正好休假，秀明也没有回来，我看你就带小孩回娘家看一下警察卡没。多少小孩安静一下。豆角，工人来我们家要做什么？工人来我们家盖新房子啊！这么快啊！
哎呀，哪有快？跟你夸奖，我已经等了半辈子了。哎呀，还好有休息，不然这个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盖的。走，去看妈妈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夸奖，你的宝贝孙子来了。夸奖。又去又去，来吃一下我们家的香蕉。嘿嘿，你也来吃一根。我们家今天香蕉啊，特别肥大，熟成特别好。道长，其他人哎。哦，庙那边在拜拜的，演布袋戏。阿丽又带他两个弟弟去凑热闹。哎，阿基佬刚好今天学校校庆，孩子长大都不一定要待在家里。明天讲睡午觉。睡着了啊！小声一点。他讲，这是我这个月的薪水。刚好要盖房子，需要用钱。还有这个，是回芳的心意。之前那段时间不太方便，所以现在才有时间拿过来。说到回芳啊，真的是没话讲。上次你豆讲说要盖围墙，他马上就叫工人来做。这次听到我们要盖房子，红包马上就送过来。你看这女婿啊，就好像我们儿子一样。大家都没有想到姆妈会这么早走，淑梅一想起来就在那边哭。我公公啊，看起来跟平常一样，可是话变得很少。我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发呆，感觉他一下子又老了好多。人如果失去老伴啊，真的是很痛苦的。你想想，跟在身边一辈子，突然间不见了，任何人都会受不了的。是啊，说的也是。要是我没有了卡奖的话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做个比喻啊，就说如果我失去卡奖的话，我一定会很孤单、很难过，睡不着觉，晚上抱着卡奖的枕头。哎，过来，怎么了？我今天趁我公公不在的时候，我帮他整理了房间，我把婆婆的床单啊，还有枕头套给收起来了。我看我公公的脸色，好像很难看。有喜啊，你收太快了啦。亲家母才走没多久，就帮忙收东西，难怪你那个公公哦，脸色会难看。对呀，那菜市场那个阿福婶啊，已经过世一年了。他媳妇说。阿福伯都不准他媳妇碰阿福婶的东西。尤其啊，所以我想你公公可能不想让你碰你婆婆的东西。尤其啊，那个孩子睡醒了，赶快带他回去。叶家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，孩子带回去，让那个孙子在亲家公旁边上绕来绕去，小孩子比较吵闹，可以帮那个亲家公分散掉刚失去亲家母那个难过。有些卡奖知道你婆婆过世，你也一定很难过，但你只能坚强独立。现在回芳跟你公公，他最需要的就是你陪伴他们走过他们心里的痛，所以现在你就是叶家的女主人，是家里的支柱。你要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坚强，知道吗？大脚，你放心，我可以的。这敢是做人好是应该做的，常常让你七十岁妈妈来这报你。这种代志你真正做会出来？你有看到你妈妈这艰苦无？常常安尼折磨你妈妈，你敢有够有良心？你敢搁是人？
你有空在家里，就好好的孝顺你父母。你知不知道，能孝顺父母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？我跟你讲啦，看你妈妈这毛也阁真健康，好好啊珍惜，较常伫厝里陪伊的。老大人上惊孤单，知影无？老大人上惊孤单。菜啊，要按家做人哦，怎么不在娘家多待一下呢？咱先说他小阿公嘛，而且怎么可以让豆嫂一个人吃饭呢？太感谢了，阿公也想念你啊。哦，阿公做人了，啊，爸爸回来了哈。好，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又多一个人可以一起吃饭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来，小票给我。好好，那我去煮饭好了。哦，好。哎呀，真乖啊！好啦，阿公教你啊，教你玩五子棋哈。哎呀，你现在最乖了哈。教你玩五子棋，要五个摆在一列哦，才会赢了哈。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算啦，三来。摆在一起哈，好，你看五个摆成一列的话就赢了，啊，对，三、四、五，哎，不要，来，再摆一个，选喽，一，啊，邓念最聪明的，啊，你摆，来，公放这里，你放哪里？啊，你放一个在这边，啊，我们再放一个，二。豆嫂，你睡了吗？豆嫂，明宪一直在哭闹啊，邓宪可不可以麻烦豆嫂照顾啊？好啊，那邓宪就交给我，你赶快去照顾明宪。来，邓宪交给阿公哈。哦，邓宪最乖哈。豆嫂晚安。一讲话话，西妹煮茶，阿哥豆豆，银河色茶，曼谷西神跌特树根，会玩艺呀，唔玩艺，唔玩艺，十七十八爱行家，家到内，家到黄平背，老叫衰啊。上来定秋来讲，一讲讲多何事讲，下地母海听讲，讲天来讲天容易。看到豆商在教邓宪五子棋，感觉到他真的很开心。豆商有邓宪陪着。才不会一直想到木马。云彩，这个家幸好有你。豆嗓的痛，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才能平复。我希望可以尽量陪在他身边。之前为了逃避我心里的痛苦，我很怕回家，我连豆嗓都忘了。现在想想，我真的很自私。
妈走了，大家都一样伤心啊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，这样才不会让在天上的木马担心啊。我想让自己过得好，就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报。是啊，我相信这也是木马的希望，希望我们这个家庭永远平安快乐。一定会的。不再担心，变得有勇气了。当世界都变了，人情都淡了，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了。是你为我加油打气，就不再担心，变得